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一款奶油款的手机壳，这个主体配饰是由 KT 猫的那个头的那个贴片做的。咱们先抹一个面儿，如果不喜欢太沉的奶油手机壳，就抹面特别适合，因为它给它完全包裹住了，然后它还没有很沉重的重量。我边角用的这种纸的胶带，一撕下去就可以用了，特别方便。然后咱们开始涂它这个边儿，镜头这边。如果有的人涂不好的话，我推荐你们就是你把手机壳拿起来涂的话，另一个手调整它的位置，这样会涂得很完整。如果再放在平面上的话，你的手需要转动，就不太会很完整，然后颜色可能会有些偏差。涂好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上这种大件的配饰，然后边角呢，咱们选一些小件的配饰呢，给它遮盖住。这个颜色主体就是黄色加上粉色加玫粉色，完成了，好看。